通人被他搞的。你走了，你走了。你去录跟我对打那个节目了，去啊。为什么我发现常常他也在我这一队？潘若迪也是啊。对啊，他跟侯昌明、潘若迪为什么老的都在你这一队？为什么你们自己都要这样子分啊？为什么？哇，太讲究了，讲究，讲究。你不，你为什么先看？冷静，哎，冷静。你为什么先看？不是，我看了也没用。至少都要看。难吗？赢了我们。哎。撕哇，好难哦！还好还好，看一，两个都难，要不要换？要换的，要换，千万不要换，一要换两，一有亚有，不要换了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旁边休息，你没有玩，要换，对啊，要换，一很难了，刚才换哪一个？可以换吗？换哪一个？换第一个是吧？对。哦，这太难了，很少很少，超少的。广优树叶，有专攻的树叶，这样子。蓑衣啊，蓑衣，哇，蓑衣，蓑衣，蓑衣就出来了。蓑衣，蓑衣，蓑衣，好难哦。来，要哪个？哪一个？要吃还是吃？吃啊，吃哈，吃比较多。来了，准备。我们是慈善团体 ，Ready Go！ 紫衣，好，紫衣，赵烨，赵烨，很厉害哦！哎，你不要再嘴硬了，嘴硬，哦，赵瑶，哎呦，没有啦，啊，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！我吧，坐椅，座椅，啊，座椅，啊，自缢。自缢，昨晚，厉害，不是昨夜，昨晚呢？昨夜忘记了。我养，不要救他，要用竹养。啊，他是竹爽，竹养软膏，没有叫竹养，他是竹爽，叫竹养。我对你这个人非常的，我快点，这件事，这件张扬，哎，张不能张，我对这件事非常的，就是怎么样？很关心啊，关心，然后呢？很关心，那个关心，知道吗？你可不可以提示完整一点？在意的那个类似的词，在意，对啊，在意不行，那讲出来了，讲出来了，你说不在意，在意的事情，在意的就是找一个，别想答案，找一个了，干什么？不要演东西。东西是什么？不要演什么东西？东西是什么？上下，左右，我做动作不行。救他！不要救他！不要救他！救他！不要救他！来，这真的是赵在在跟入住，坐，不知道，啊，30秒了，摔下去啊！救他！回来，你可以救他。这个吗？是这个是？不会叫。对，这个，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。那笔啊？他不知道那个。不对啊！他不知道那个了，他没读书了，没那个了。恭喜！我们古时候人有什么民俗啊？民俗。等一下，是什么？他是某载义，载义有这个东西吗？在。杂役算不算？杂役，可以啊，杂役，作业，文造诣，作业，一手作揖啊，作揖，好难哦，不知道作揖，作揖有念书才，真的有念书才会，作揖要有作揖啊，综艺节目，综艺跟纵欲，我都被人家搞了，综艺不是，可以吗？综艺好不好？综艺不是这个综艺，还有综艺，啊。综艺节目，我怎样？怎样？我在意你，这个在意不知道，我很在意，你也在意我。对啊，我把它讲出来。浪费一个，还有一个东西呢，他说不合格，我们在意另外一种在意啊，两个在意，隔日在意，好在意，讨论的意思。好，太好了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高的耶，九分不高了，我们要11啊，哦，我们这给他抵就好了，好，我们加油，来，攻守交换，好可惜，来，我都太难了，那个李三、何美、下去了，小钟，你们俩休息，好。
打入冷宫。来，努力，来来来来，抽个好运，手气，手气，我们一定要报告。你们在小宋哥这边啊，不要怕。来了，都很强。来个简单的，可以啦。有奶哥。好，哎，我们用掉了吧？我们那个。乌哇，第二个字，乌日好不好？乌呀，乌啊，文琪，张文琪，很多啦，好，很多很多啦 ，OK 啦，准备，我们是慈善团体 ，Round Two Ready， 开了，武器，武器很好，武器，台中的无期港，无期，我好委屈，我好无情哦，无情，没了，那个男的。不是五七五七，我的七五七七七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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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，那个刘德华一首歌叫什么水？忘情。好，忘情。忘情。忘情是。你没了没了。王琦。王琦谁啊？王琦。王琦啊，有点艺人。王琦。王琦单曲啊，王琦。王琦。他在上节目。问情。文琦，张文琦。文琦。啊，文。没了没了，东西有砖油，有砖头，有什么？没了。文琪啊，我要不要讲？讲过了啦，那个还有还有，文香了，文香，文香嘞，文鳄鱼，文没了，哎没了，哎，我们讲一下，要望文什么啊？望文，看中医啊，止渴，中医有没有？我你不讲，止渴止渴，艾文，艾文，想艾文芒果，小钟哥，如果你老婆死掉，他会变成什么？亡魂。不是，你的老婆，你的老婆，你的老婆死掉了，死掉了，你的老婆死掉了，可以了，网友，王七啊，王七，无情，无情，讲过了，讲过了，现在讲忘情，现在是讲无情，无情讲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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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，刚刚讲中医啊，中医不是啊。啊，中医好，那个有一个运动，有一个运动，最红的运动，温布敦要打什么？温布敦，网球，那个我刚刚讲问切啊，可不可以？还真的没有人知道，望闻问切啊，没有在问切，好，在学校外面问情，有一种问情啊，问情，啊，我跳一下，有一个游戏要把那个很多东西围起来，有黑跟白的，时间到。都是空的，被他搞的。你走了，你走了。你去录根本不打那个节目了，去啊！老婆死了叫什么？亡魂。网友。还有很多。王七。还有什么？王七。瓦器。温泉。哇。讲潘若迪也是啊，对啊，还有他跟侯湘婷、潘若迪，为什么老的都在你这一队？为什么你们自动都要这样子分啊？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没有，因为戏感已经在你身上。对啊，凯欣好好，哎，他不差，你把他看到了，就在演强啊，很强哎，还帮我们拿了一分文琪哎，张文琪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王文下去休息啊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我们进行 round two。